喂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在家，可能无法接听，因为我正忙着应付一群住海边的客人。至于忙什么呢？忙着应付他们的过分热情，有时还会无理的弄乱你的造型，忙着记录生活帮你画下的重点。忙着与这片景色交际应酬，忙着聆听田野间住客们的牢骚，所以说还有什么比这些来的重要呢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在家，因为我正忙着享受这一刻。